大家好，我是美味小厨小刘，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红薯粉皮的做法。做法呢非常的简单，下面来跟我看一下制作方法吧。碗里倒入一碗红薯淀粉，再用同样大小的碗倒入一碗半的水，淀粉和水的比例是1:1.5，太稀的话弄不成皮，太稠的话做出来比较硬。淀粉水搅拌均匀后，静止10分钟左右，把里面的小疙瘩都完全化开。把淀粉水用过滤网过滤一遍，过滤完后，在碗里加入一勺盐，搅拌均匀。玻璃水烧开后，把淀粉水倒罗罗里。用手荡匀，让粉浆铺满整个盘子。等红薯粉颜色变白凝固的时候，把罗罗放到开水里，这样可以上下都加热。起大泡后就熟了。粉皮熟了后捞出来，立即泡入提前准备好的冷水盆里，就可以接了。这个呢特别的薄，也特别的光滑，太光了，捞不起来，太光了。粉皮做好后多换两次水浸泡，现在可以切粉皮了。碗里加入黄瓜丝、小米椒、蒜水、调料水、醋水，倒几滴芥末油，加入盐，最后加入辣椒油。好了，粉皮就做好了。做出来看上去很软，但是呢，吃起来很筋道，而且味道还不错。好了，咱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。朋友们，喜欢我的视频，请您关注、分享下。咱们下期视频见。